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舞剧演员窦率方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舞剧《昭君出塞》当中的一段女子舞段。这个舞段呢，名叫《秭归》，主要讲的是女子之间戏水，也是表达了昭君内心的一份少女以及她简简单单的快乐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展示一下。Thank you.